免费吃到寿司活动第二天，有人连吃了第五餐，还有人呢更夸张，要拼到第九餐。但是医师就提出了警告，生鱼片吃太多呢，肠胃就会受不了，诱发急性肠胃炎。另外呢，寿司的米饭也是短时间之内吃太多，血糖也会飙高。第五餐，第一餐吃完之后吃不下，为什么？有点恶心。六盘，才六盘，不敢吃太多，下一餐还要再吃。预计吃九托。鲑鱼们拼了，抢在两天的寿司活动吃够本。超好吃的。餐桌上堆出好几碟寿司盘高塔，桌子放不下，还要再拿大篮子放在地板上。而且他们吃寿司的速度太惊人，厨房都来不及做餐，平板也显示系统繁忙，请稍后。这输送带上面真的都没有东西了耶，没东西吃。两天内狂吃寿司，看起来像是赚翻了，但医生说小心，身体可是会顶不住。有蛮多患者在吃了大量的生鱼片之后，有可能会产生急性的肠胃炎。不止生鱼片吃多会有问题，还有醋饭吃太多也不行。短期之内大量吃进寿司，那可能也会有营养不均衡的情况，同时也吃进大量的米饭跟淀粉。可能短时间内血糖的部分也是需要小心的问题。握寿司吃得到生鱼片鲜甜和美味醋饭，但一下吃太多太急，肠胃受不了。千万不要两天活动结束，除了忙着把名字改回来，还弄坏了肠胃跑医院。华视新闻，收看连品星台中报道。